你先甲顾条个啊，我念再找你算账。慢叫，慢叫。哥哥，大家拢叫你无用，是不是在做歹代志啊？哎呀，阿姨，大家拢足无用的，想要安怎攻击阮二哥啦？啊，哦，歹势啊，大嫂，我向袂记得你即马头脑阁无清楚。我甲你讲这個，你应该听无啦吼。唔怪呢。大哥，哪会讲电话讲了这一招啊？既然无转来，继续找麻烦。嗯。啊！嗯。让我们冰淇淋被融化。啊！啊！大嫂啊，真的是我最爱的白衫呢。啊。你的白衫有食到冰淇淋啊？啊无，你先花时间去穿一下我的白衫的，啊冰淇淋吼，我等下定甲你买啦，好无？嗯，爱赶紧去哦，你只要买两支冰淇淋咯。我先请。哎呀，志成英雄拢真巧，真顶精，哪有可能互人抢这么侪钱？你不是跟我讲张嘉玲已经在离婚协议书顶头签名，啊，你手续要紧办办呢？别跟我讲，又果是因为阿妈所以你无法度离婚哦。所以你找我来这，只是要跟我讲这個。是啊，我会当等，也唔过宝宝无法度等。我的宝宝一天一天咧大汉，足紧就出世啊！我无希望我的囡仔互人叫私生子。我相信你嘛无希望。这状况即卖只是暂时啊！你放心，伫个囡仔生来之前，我一定会甲代志处理哦。是啊，毋是怎样处理啊？与张嘉玲到底是真假笑还是假笑，我也不确定。伊是一个未爆弹，我一定要提防伊，袂当乌白人讲话。尤其是伫阿妈的面头前，我更加袂当刺激伊。好啦，这只是小可代志尔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解决满意的交代。顶多是我交代你做的大代志，是不是原料相关？要安尼啊？审判就着安尼。你爱知讲这件代志对我来讲真重要。我要知讲叶志成的十秒去提走了后，今麦到底什么状况，你不得警告。你若是想要知影，就赶紧离婚。你好，我都甲你讲啊。徐丽，即摆连你也要甲我威胁？我唔是要威胁你，为着我的囡仔，我希望你赶紧离婚。你若是离好，就通知我，我就甲你讲，迄天我看到啥。徐丽，你别闹！徐丽，你直接甲我讲好无？我要你三天来离婚，离好啊，我就跟你讲。雪莉，三天，你接班人的位置，还有你的婚姻，做一件处理。你伤害我的准头锁。志成甲野坏的代志嘛，甲你有关系。我一定要甲你的垃圾袋拢总查出来，让你受着惩罚。